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一切如来功德大海，显入其身。一切诸佛所在国度，皆随愿往。以身供养一切诸佛，无边际界，欢喜无倦。一切如来得菩提处，常在其中，亲近不舍，恒以所得的普贤愿海，令一切众生自身具足，成就如来无量的功德。这一段经文是讲的这个普贤菩萨以下的，那诸大菩萨，这个数字有好多呢。这些菩萨有十位十佛世界微尘数菩萨，这些个菩萨每一位菩萨都具足了如来的功德大海。那一切诸佛的功德，这些菩萨呢都具足，都具足。这一切诸佛所在的国度，宣扬正法的时候所依的处所就是国度，这些个常随的大众菩萨皆随他愿往，他往昔的愿力了，因为已经供养了过一切诸佛了，供养诸佛的时间无边际劫，永远没有懈怠，没有疲倦。一切诸佛最初修道的时候所修道的菩提处，这些个菩萨常在其中，亲近不舍，就是常他以自己的普贤的愿海，就是上求亲诸佛，下化呢一些众生，令一切众生他的自身呢都能够具足有佛的智慧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。这一段经文咱们前头讲过了，我这重复的把料说一下啊，料说一下。这些个咱们前头讲这个普者是指是十普菩萨说的啊，从普贤菩萨经文中所说的普贤的横纵，这是国后普贤。国后普贤的意思呢，是过去诸佛、现代诸佛都是行普贤横的，行普贤的横愿而得成就。那现在这些大菩萨，十佛刹微尘数是一个大菩萨，他也常随如来，自己修行十波罗蜜，离些众生以四摄四无量，来摄受众生的，度众生的。咱们前头虽然讲了，要重复这些，接着前头的经文，除此普贤众以下。33天，33天王的天王，33天王呢，并不是有33个啊，每一天王统领八部鬼神众，4天王，4832，加个讨力天。就是第四天，
总共加起来叫33天。33天王其实就是4大天王。那个都是鬼神众的。还有往上说，说到梵天，梵天说到大自在天，随他们的地位不同，分为五类。随位复分为五。这些普贤众是佛依着这些普贤行给证得的果，这是佛行的果，说居普贤菩萨，就是如来所居的净土，是报佛的净土，是报佛的果，叫华藏净土，华藏世界，华藏世界是果报的土。举佛果，举如来的果，如来的所证得的果德，就是每一切众生所具足的自己的佛性。假如来的这个修因弃果，所行的普贤法门，举果劝要生信分，这都还一直讲的，都是在这个生信分的当中。举佛的果德，讲佛的功德，让我们一切众生升起心要心，升起了信心。所以要讲佛的果德，讲佛的果德，讲佛怎么修行的。佛是修行普贤行的。佛所依之处所是华藏净土。华藏净土，让一切众生升起信心。要不讲佛的果德，信心从何升起呢？让一切众生升起信心，欢喜好药修行。以这种的道理，以这种的意愿，说从普光明殿的第二会到贤寿品以来的12品经，一共有12本经营，这总是举果劝修生信犯。升起信心了，得要修行啊。佛就是依着普贤行这样修行的，那我们就向佛学，说举起普贤菩萨十普，这叫十普菩萨。这十普菩萨所修的行门，所修行的，所修行的法门，就是毗卢遮那成就的果德。我们光相信自己是毗卢遮那，这是不够的，只是一个信心而已。那其次呢，叫修行，修行，修行，看看那诸大菩萨，怎么利益众生的，跟众生说耐语，视线同行，完了利益他，生他生欢喜心。完了再以慈悲喜舍舍说众生的。感自这个贤寿品以下的12品经文，这从这12品以上全是举果劝修生信。这到这个时候信心成到究竟了，到了住位了，信才不退。这是在经文里头，从24尊出于此座成等正觉，以下十菩萨。第二呢，就是说海月，从海月光大明菩萨以下的菩萨众，乃至于一切紫金刚神，
九种的众神，这叫十住因果。前头是十信的因果，这一下是十住因果。那海月光这大明菩萨，他们的功德，他们的愿力，他们所修的恒愿，跟普贤菩萨、十普菩萨相等，同时究竟位的菩萨了，菩萨位已经究竟了。这就是说，在他们修到这个时候，才理解到真正悟得了。佛的果是怎么成就的呢？是依着普贤的横门修行而得到成就的。成就了，完了入于四谛，就是熟谛了，就入世间。入世间利益众生，因为利益众生，果位的菩萨行普贤横，又回来利益众生，还是旧的度生方法一样的。以四义故啊，所以说果德的时候还说普贤横，还说海月光的菩萨。这个时候从什么呢？从信心满心了，说从凡夫地修学了实信心，真正的相信诸佛正觉果德，跟自己的自心无二无别的本性清净，入住佛性。说我们的本性跟佛的佛性是清净的，这是在本性上讲清净。这个住啊，这个智慧啊，叫无依住智。无依住智这个智慧，就是咱们就浅显的说吧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须菩提请问佛，云何住心，云何降伏其心，能够无依住了，这个智慧，无依就是无生无住，这是一切诸佛的根本智。在此经上说，以刹那定来印证，在一切般若部门说，以禅般若蜜，无住的意思，无住的意思来印证。金刚经普须菩提请佛说，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，佛就给他指示说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无住生心，就是不住众生一切相，无哪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无受者相，这乃众心。所以终日度众生，不见众生相，这是法界性的自然的得到的。从实信满心到实住发心修行的时候，全都是普贤横。普贤横，普贤横是什么横呢？十大愿王说的不错的，那就是普贤横。但是我们将出入的时候，就是须菩提请佛，云何住，云何降，怎么住，怎么降，说无依住，无住。禅罗波罗蜜就是般若的自空，照你法界的本体的理性，自是照，定是寂，而动静无二。所以佛在转法轮，转法轮，应得印得佛的无法可说。无法可说的转法轮说什么呢？说的众生明心契合他的本体，
这是十方诸佛都入世，十方的佛子入世，这样的所修的所行的全是普贤的恒愿。动利益众生事业，见从根本的智慧，根本的智，根本智是记的，就如如智，如如的现而生的如如智，这样修行跟十方诸佛的佛智啊相契合同体。最初修行不大习惯，修久了习惯了，那个正觉的觉悟的永远不再移动了，这就叫刹那即定，跟一切诸佛的根本自相合，这是十普菩萨显示佛的果德，显示佛因气果。因为这样子修因气果升起觉悟，你所做的一切言语行为思维，每一行的行的法门都是普贤行。在普贤菩萨大众之内还有一名的菩萨，一名的菩萨名字不同，所证得的所修的相等，就是海月光等一名的菩萨。第什么位呢？十住的初心住，这是初发心住。初发心住有重新发菩提心，说初住的菩萨叫发心住的菩萨。十住的初心也没离开了普贤恒愿的法界智，这叫修因气果升起觉悟。所以初发心是变成正觉，以下文所说的一些主要神呢，那个所有一些诸神吧，有九众诸神，都是初发心变成正觉，来辅导一些众生，就是在众救众生的事业能够自在了，这叫即位的菩萨。什么叫即位的菩萨呢？他本来不是这个位子，他也成就很高很深的了，成就跟普贤相等的普贤恒愿，他到初住，初住才初发菩提心，相似发菩提心，这是示现的，叫即位菩萨。即位菩萨引一切众生能够发心发菩提心，相信自己的本具的佛性的离体，一步一步恢复旧有的，恢复旧有的。因为这些个神呐，不能在我们平常的看世间那个学那个学那初级法门呐，以那个神来看呢，那是不可以的。这个神都是大菩萨，不是世间的鬼神。虽然也是现名字叫天龙八部的，他不是天龙八部。他因为能够在救离于众生时，他自在的，不受众生的烦恼干扰，随顺众生，他不是众生，他只是随缘，就
性空缘起，随众生的缘，不是世间的鬼神，他们的心已经达到跟毗卢遮那佛的所证得的相吻合了。他的心也证得了跟一真法界契合了，永远不会再与妄相合。他的智慧通达神变无奈的，所以叫神。他的心呢，证得一真法界了。这是自然那个心体生起来慧，慧什么？慧性，慧性就是通。心体跟所是修修行得到的，两个结合叫神通。说自然的那个心体跟你那个慧，利益众生那个智慧，就是善巧方便智，两个相合了就叫神通。因为这些个大菩萨，十不菩萨也好，海月光诸菩萨也好，乃至这个所示现的八部鬼神，他从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十一地、五位四现即五位，而后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时候就参的这些个，跟这些善知识参，没有形象的、没有次第的法门，在你修行过程当中必须有个规则，心法的样式，这个样式跟别的不同。对，后来的学的人呢，要善知因果，前位是因，后位是果，后位又变成因，后后位又变成果，直至成佛。这大概的总说了啊，从以下下文的主家神，就是五谷的生长了，乃主昼神，白天有白天的神，夜间有夜天的神，这名字十住位、十行位，都叫立生法门的因果，利益众生的因果。再次从三十三天以下至大自在天王，一共有十大天王，这就高深了，名十地的立生因果。这以上的是五位五众，五众叫佛国的五位行门的因果。因为要利益众生，显法门的殊胜，叫即位显法。即位显法也好，即位入法也好，就是给众生做修法、闻法、正法的样子。目的呢，让众生修正。同时还有从如来的座内众，经文没讲，先前头都说的题目，一直到如来坐内众，到如来白毫现光的眉间白毫现光的出现的一些众菩萨，一共有四种，就是佛的周边身为常随众。这个坐内众表现说如来的往昔自己所修行的法门，跟现在成了佛果了，这些随常随众的
也照佛那儿修，照佛那儿证，这些个神继位的菩萨是表现的因，因为从这个因才显到毗卢遮那的果德。第二种呢，这十方来的菩萨来行供养的，而且诸来的菩萨每一个菩萨毛孔都放光明，叫光明众。这些显示什么呢？显示法界的兴起啊，无障碍，多十微尘佛刹微尘数，相当的多了。这叫一多无奈自在门，咱们前头讲十门嘛。还有异性的、同性的，一切都自在。这些大菩萨来的都是大悲无尽的不可思议的众，显示华严法界门，发而入世，就是自言意。我们现在本句的离体跟诸佛所成就的果德，入世入世，就是无二平等的意思。修法的时候呢，依报是你所依止处所，正报是你的身体，依报即是正报，正报即是依报，重重无奈。在法界的智慧经上，从身上说，一一身，这居普贤菩萨一身，每个毛孔具足无边无量佛刹，善财童子在普贤菩萨一个毛孔，行进无量诸佛、无量菩萨，这样，法身跟那自身。心跟景一和多，发而入世，自然的相融无奈。同时如来眉间白毫相光所出的众，果成了一果四因。说这怎么来的呀？为什么得到这个呀？得到这个果位啊，是修行得来的，让一切众生相信，一切众生相信了，因成熟了，因成熟了，有四因必有入世果。说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初发心时就是因，你升起信心，完了发菩提心，一定成就果德，以这个法理显示于众生，让众生都能成佛。从实信到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、实依地，遍法界的法门的一切的现的众生相，从菩萨乃至于到一些诸神，这都是众生相。每一个菩萨都说说他的自修的因果，令后来的学者仿效他来去进修，配位的进修，你修到什么位你自知不到，经上都告诉你了，佛的玄思告诉你了，这个位置是怎么修的，怎么得的，下一位是怎么来的，你要怎么修。在这段文、这段经文的当中，一共有十一众，十一个位置，
随位的别配，随这个住行相地十一地。